午餐时间，好的几扣一块铜板，你可以吃到什么东西呢？通常来讲应该蛮难的哈。但是呢，高雄县仁武乡有一家烧腊店推出了1元的阿爸崩，里面有烤鸭肉啊，三样蔬菜，还有卤蛋啊，所以呢一早就大排长龙了，而且这样子的这个后康连续3天哦。买便当还要抽号码牌，这家便当店不到用餐时间就已经大排长龙，生意这么好，因为便当超便宜，一盒烧腊饭有鸭肉、三样蔬菜，还有卤蛋，猜猜看这便当要多少钱？答案揭晓，只要一块铜板。看了广告单啊，讲得这便宜，个吃咖啡看卖下来啊。多少盒呀？哎，多少盒啦？啊，是懵的啦。1块钱的鸭肉便当是为了庆祝老板学成归国。46岁的江俊忠原本是年收入破200万的建筑工程师，但公安意外造成他脊椎伤害，江俊忠中年转行卖烧腊，还只身飞往洛杉矶拜师学艺。刚好是一个机缘巧合啊，这个美国洛杉矶的老板啊 Peter 大哥，他是之前是在台湾就学。经过一个机缘巧合啊，然后由朋友引荐啊，然后过去洛杉矶学习的。老板从学徒做起，半年学到一身烤鸭好本领，如今回国开店，开卖1元便当，连续3天搞噱头，也让民众捡便宜。中天新闻网，请包经营高雄报道。